他今天有，他最近那个网上有一张26岁时的照片，大家都惊呼说特别像王祖贤。啊，是吗？要真的太好了，那是我自己发的。我觉得比他好看一点，因为眼睛比他大。从这张李晶晶26岁时的照片来看，当年的她确实是浓眉大眼，身材苗条，大有跟王祖贤比美的势头。而如今的李晶晶虽然体型略显富态，但她对自己在外形上的自信程度依然不减当年。是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我很自恋，而且我知道我的45度角俯是最漂亮的。对对对，只有那个角度，大家一定想着只有那角度。其实当天李晶晶在为自己主演的新电视剧《女人进城》站台，而媒体关注的焦点都在李晶晶的身材上。原来一个月前电视剧推拿的发布会上，李晶晶就说要将减肥进行到底，如今一个月过去了，效果如何呢？在推拿的时候，你好像说一直在减肥。嗯，那今天从现场看，效果好像没有那么明显。啊，真的吗？我觉得挺明显的。我真的，我要比推拿比那时候瘦20多斤呢。哪儿最？我真的，肚子、腰哪儿都瘦，我要瘦脚都瘦。为啥要减肥？就有这个想法。我觉得应该对身体好吧。对，腰间盘突出我是有的，所以呢，我为了我的身体能好一些，然后呢，我就要适当的减一下。